大家好，我是 Cana 老师。今天我们学一个有用的表达，睡过头了。我睡过头了。睡过头了的意思是我应该6点起床，但是我7点才起床。我起床的时间太晚了。Oh no!我迟到了，我睡过头了，我今天睡过头了。定闹钟，用手机定闹钟，用手机定闹钟。充电，给手机充电，给手机充电。我们听一下对话。你怎么又迟到了？对不起，我睡过头了。你没用手机定闹钟吗？我忘记给手机充电了。你怎么又迟到了？对不起，我睡过头了。你没用手机定闹钟吗？我忘记给手机充电了。你怎么又迟到了？对不起，我睡过头了。你没用手机定闹钟吗？我忘记给手机充电了。